大家好，又到了 Costco 食品开箱时间。这期开箱的有机菠萝蜜柑是少有的将菠萝蜜做成蜜饯的，具有菠萝干的柔软，却没有菠萝干的酸味，完全的菠萝蜜香甜，没有添加糖和任何添加剂，称得上难得的健康零食。蜜汁蒜蓉猪肉应该是咕噜肉的翻版吧，只是把酸甜变成了蒜香蜜甜，鲜嫩多汁做到了，唯一的遗憾就是肉块有点小，吃得不太劲。烟熏牡蛎不是我的菜，不喜欢肉身的圆润肉肥，吃起来粉粉的，有人又是冲着它水中黄金的高蛋白去的，只能说见仁见智了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们里面长什么样，味道又如何。有机菠萝蜜柑售价16.99，平时我们看见的都是菠萝蜜脆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制成蜜饯的。在将成熟的菠萝蜜制成干品过程中，不添加任何化工原料，而是完全保留了果实的原有成分，具有菠萝蜜特有的天然香味。它能加强体内纤维蛋白的水解作用，将阻塞于组织与血管内的纤维蛋白及血凝块溶解，从而改善血液循环，称得上难得的健康零食。现在卖16.99，摆放在干果区的货架上，没有人工色素。这一袋567克，通过美国农业部的有机认证，没有添加糖，只有一种成分，没有防腐剂，斯里兰卡生产，保质期到2024年11月。看一下营养成分表，没有脂肪，也就没有反式脂肪。糖含量虽然高，这是菠萝蜜制成的，没有胆固醇，钾、钙的含量不错。打开来看一下，就是一块块去了籽的菠萝蜜干。包装压得很实，已经粘连在一起，分开后能看得出这一袋的果肉还是很多的。咬下去口感柔软多汁，有点像芒果干，但没有芒果干的酸味，味道甜美，也比芒果干更香。平时超市那么大一个菠萝蜜还真买不下手，这么大的一袋果肉可能也要一个菠萝蜜了吧，这样想应该是划算的，还省去了切开的麻烦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一旦吃了根本停不下来，越吃越想吃，越嚼越有味。蜜汁蒜蓉猪肉原价15.99，减3.2，现价12.79。这款快速方便的冷冻食品将猪肉腌制在蜂蜜蒜蓉中，使其入味，并增添了独特的甜味和蒜香。外面包裹的面包糠带来酥脆的口感，这是一道快餐式的美食，特别适合忙碌的工作日或者懒散的周末。现在卖12.79，摆放在冷冻食品的特价区。看着就诱人，它是生的，一定要完全煮熟。这一盒1.5公斤，保质期到2024年7月。用料太多了，除了猪肉、蜂蜜、大蒜，还有各种调味料，包括大豆、小麦。看一下营养成分表，高热量，有一点反式脂肪，糖、盐的含量都高，蛋白质也高，懒人食品就谈不上健康了。打开来看一下，里面是两袋肉，两袋酱汁，肉的大小这样看上去正好合适，如果加热后变小就显得小了。酱汁挺大袋的，除了蜂蜜、大蒜还有其他调味料。看一下怎么吃，烤箱400度，20到25分钟，延长5到10分钟会更脆一些，将酱汁与猪肉混合就可以吃了。烤猪肉的同时尝一下酱汁的味道，
感觉就是简单的蜜汁和大蒜鱼味，对不喜欢大蒜味的人来说应该也可以接受。大蒜味不是太浓烈，也没有辛辣味，肯定是甜的。这是烤箱400度30分钟加热出来的，肉块变小了，也不是脆脆的那种，猪肉柔软多汁，外皮酥软，整体味道鲜嫩，充满蜜蒜香气，酱汁已淋不上去了，作为酱料蘸着吃也不错，可以确保需要的酱汁多少，也能保持肉块的酥脆，这样吃是不错了，还是嫌太小块，吃起来不过瘾。烟熏牡蛎，售价12.99元。这款牡蛎看了好久，一直拿不下手。上周开箱红扁豆的惊喜，平添了尝新的勇气。再加上说牡蛎富含蛋白质、矿物质、维生素，有益于心脏健康和大脑功能，便打开了。不过却不尽如人意。这一组8盒，现在卖12.99元，摆放在罐头栏的货架上。是这样用薄膜包着，不方便看包装上的字，先拆了吧。一盒就像香烟大小，浸泡在葵花籽油里面，自然烟熏的。这一盒85克，保质期到2027年6月，中国生产，用料就是熏牡蛎、葵花籽油、盐。看一下营养成分表，低脂肪，没有反式脂肪，含有欧米伽3、欧米伽6，高蛋白质，钙含量也高。打开来看一下，是罐头包装。牡蛎不大，一盒有11个，吃下去软软的，就是人们常说的圆润肉肥，拿的时候忘记了它的样子，早知是它不会拿的。这也就是蛋白质来源了，说实话不喜欢它的口感，像猪肝一样粉粉的，没有什么可嚼的。这不是它的错，本身就不喜欢这口感，是不是像猪肝？这样一个牡蛎，非要挑出好吃的部分，就是前面这一节，幽檀中带着淡淡的烟熏味，那是真好吃，就是太少了，一点不过瘾，就要面对这些肥美的肉了。再说了，摄取蛋白质的来源太多，好吃才是重要的，以后是不会再买了。好，这期就介绍到这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。欢迎新朋友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